好，我们到了兜里的绝佳场所，遥望呢，现在在喝粥。我们终于躲到雨了，被淋成狗了。还好，现在应该温暖一下，干了，温暖喝点粥晚上蛮好一下。甜吗？温暖，要甜。是温暖，暖到心里了。好喝吗？好喝。我喂你才是好喝的。哎，来吧。看我嫌弃的眼神。好喝。滴了，艾米每次吃饭都要滴东西。你不要老是加每次好吗？每一次，你说什么都毫对。不例外。你说什么都对。来，吃这个。这明天早餐。减肥这么辛苦，干对嘛啊，呢？你很瘦啊。别骗我了，大多数我胖了。因为又低了。因为眼里全是粉红色的泡泡。哦，遥望哎，粉红色的泡泡。好，我们把镜头再次交给遥望。遥望，交给我。来自大陆的遥望呢，现在在一家台湾的便利店里面吃这个粥。来，我们看看他吃的是什么粥。好，打广告。好，现在把镜头交给我，我们。房间的时候，眼神的镜头，三。返工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来，最近几天看我的眼神，三。二。
你变了。你说第二个话题什么？语文吗？语文看过光复？一、二、三、三。第三。黄雀表情。